谢谢啊。通常呢，吉他手是很少唱歌的，甚至很少说话的。然后因为其实跟玉琴姐合作很多次了，然后其实姐姐说你要不要也唱几首歌啊，不然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唱很孤单呢。对呀、啊、在姐姐面前唱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压力、对，尤其是合体更可怕，对，他们全部三个聚在一起的会更可怕。在金曲的歌后旁边唱歌的会发抖那个喉咙。今天带来的这首歌是阿妹的歌，阿妹，对，然后她之前有跟那个张雨生合唱这首，然后今天我要唱的版本是独唱版，叫做《认真》，有没有听过？好、哦，谢谢，谢谢。虽然没有很一致，没关系。OK。就算没听过，人家说有。不会。我起下去了。为什么会唱这首歌呢？是因为你要讲起我的故事，因为这个歌词里面说的呢，我在十年前全部做过了。真的是眼泪吗？这算不算回答？你问我为何那么听话，为了什么你也没有想法，就坦白承认吧，是自己太傻。既然为你数着我的长发，不接任何电话，天真的准时回家。有点高哎。别让我在街头漫无目的游走，以为你会找寻我。珍惜过幸福的感觉，它离我好远好远，认真爱过我一无所求。我起错key了，因为自己不是很会唱歌，然后一定要唱很高的。小妹也为我加油了。幸福的感觉，它离我好远好远。
谢谢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在姐姐面前唱歌是一个很压力的事情，你们都可以感觉到我的喉咙在颤抖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唱一首我爸爸妈妈。